奇闻冰淇淋电视速度与激动冰淇淋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在香港就是You stupid I got a pizza here中国朝西呢我做很多采访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在一个采访我有一个错误你们准备啊一二三两个礼拜后 Come on 速度与激情九我是在两个礼拜以后 Oh yeah 你好微博现在我拍电影但是我给休息吃饭我不可以用我的手机我们拍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拍这个因为他们给我老干妈